中美两国都是我国的盟友，首相安华重申不需要选边站，同时他呼吁以巴停火，以免影响全球。为了庆贺执政一周年，团结政府下个月举办一连三天活动宣扬政绩。不满登州土团党主席拉查里指控反贪会被政府控制，当局报警查诽谤言论。面对以巴冲突的中美角力等地缘政治影响，人在美国的首相呢，杜斯里安华再次阐明我国的立场。安华再次为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发声，并且担心整个中东地区乃至未来全球关系都会牵连甚广，因此他呼吁以巴双方停火止战，刻不容缓。同时，首相也表明我国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是随着中国和美国两大列国竞争加剧，我国会以务实又审慎的态度处理关系，也会和东盟合作，降低全球经济分裂成僵化集团的风险。首相呢，杜斯里安华目前在美国旧金山，准备出席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导人会议。首相在会议前夕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席一场专题讲座，他发表演说时痛斥以巴冲突是一场残酷又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引发了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危机，并且产生深远且难以磨灭的影响，不止整个中东地区会受到波及，甚至在未来多年对全球关系留下痕迹。首相谴责滥杀无辜、劫持妇孺和人质、轰炸民宅、医院等暴行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停火。 Ultimately, this is not about which God we pray to. After all, the more than 11,000 victims in Gaza comprise Muslims and Christians, as well as nationalities of various countries.This is about preventing more death, more suffering, and more hate. Proponents of the Palestinian cause are neither purveyors of hate speech nor supporters of terrorism.除此之外，针对中美角力，安华摆明立场不选边站。他一方面表明我国不是亲中国家，但是在地理位置上两国关系密切，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盟友，持续往来会让我国受益匪浅。另一方面，他强调美国是我国的传统盟友，也是我国经济的主要推手。以总投资而言，美国投资在我国独占鳌头，但是眼看两大经济体竞争加剧，安华提出了担忧。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tensif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Malaysia approaches relations with both pragmatically and judiciously. We will work with ASEAN to minimize risks, namely outright conflict or the bifurc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to rigid blocks. Neither seems likely soon, but both have become plausible.Under today's mounting pressure. 首相也担心错误资讯或假消息是一场日益严重的危机，甚至逼近临界点，迫切需要政府干预和国际合作拨乱反正。他呼吁科技公司，特别是在美国硅谷发展迅速的企业，负起现代通讯监护人的重任，执行相关政策，维护言论自由权。卫生部宣布将派遣医疗团队到加沙地带支援，并开放让任何医护人员通过线上申请加入我国派往加沙地带的医疗团队，以提供医疗援助。卫生部长扎利哈说明，这些有意加入支援战争前线的医护人员在出发之前都需要接受培训。Kita berdepan dengan peperangan, jadi latihan itu dari sudut orang kata persediaan dari sudut fizikal, persediaan dari sudut mental dan emosi. Bila berdepan dengan peperangan ini, dia satu perkara yang sangat orang kata sangat menekanlah, ya.
Jadi dan of course lah dari sudut kesediaan lainnya, kita saya yakin anggota perkhidmatan kesihatan ini mereka biasanya memang bersedia lah dari sudut rawatan dan sebagainya. Charlie Ha 今早出席卫生部廉政治活动后表明，卫生部将会时刻监督加沙地带的局势，并与医疗组织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医药援助协会密切合作。卫生部是在星期一宣布，当局已经做好准备，也确认了在获得批准后派医疗团队前往加沙地带。 换个焦点，团结政府下个月执政满一周年，并一连三天举行大行活动，向全国人民汇报执政成绩单。尽管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节目内容，但是目前确定的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将在第三天压轴登场。 政府执政一周年活动秘书处发文告指出，活动将在12月8号到10号，星期五到星期天一连三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在古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一带举行。活动将专注三大元素，包括汇报各部门执政一年的成绩单，以及接触人民并提高人民福祉。这项活动的目的，除了要推广政府的全新倡议，也让民众进一步了解政府的政策方向和目标。 包括长期计划，安华和一众政府高官将在10号当天出席闭幕礼，并广邀民众共襄盛举。就在政府即将高调庆贺执政一年，土团党4名国会议员陆续以维护选民福祉之名，倒戈支持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引发争议。 非政府组织反贪腐与朋党主义中心今天呼吁政府尽快通过政治现金法阻断金钱政治和把选区拨款当成政治工具的文化。反贪腐与朋党主义中心发文告指出，金钱政治威胁我国的民主原则和进程，也影响决策。 因为联邦政府有权分配选区拨款，导致当权者透过选区拨款的分配来巩固政权，这可能导致国会议员在当选后期望透过跟执政阵营结盟来获得选区拨款。在4名土团党议员转态支持团结政府后，土团党马章国会议员袁怀绍昨天揭露，一名拥有拿督头衔的男子充当中间人，威胁和贿赂在野党国会议员。 已表态支持首相。尽管一些议员不避嫌公开说明是为了选区拨款转态支持首相安华，竞选盟除了担忧局势变化，再度重申选区拨款不应该设条件，促请安华政府公平分配朝野选区拨款。竞选盟发文告指出，团结政府必须比上届政府做得更好，不论是朝野或独立议员，选区拨款必须一视同仁。 竞选盟建议立法将选区拨款制度化之外，也主张选区拨款应该交由地方选举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管理，因为选区发展不应该成为议员的专属职责。竞选盟也希望朝野双方再次协商，封堵反跳槽法的所有漏洞，同时落实选举罢免法，把权力交还给选民。至少当这一类所谓转态支持，任何一方的事情在发生时，让人民有决策权。 而非只是由议长来决定是否悬空一席。伊斯兰党贾抛巴底区国会议员西蒂马斯杜拉一席亲属论惹来全民热议，昨天入共后坚决不撤回言论，也不道歉，结果今天在国会又一次被行动党议员当面斥责。 不过，西蒂马斯杜拉这一回呢，没有顾左右而言他，而是正面迎战，表示自己已经入共，暗切进入调查阶段，行动党没有必要对他穷追猛打。西蒂马斯杜拉在一场政治讲座中，把行动党元老林吉祥以及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和前马共已故总书记陈平扯上关系。行动党日落动区国会员雷尔今天参与企业发展与合作社部的财案委员会阶段辩论时，也顺势把这名一党议员的言论上升到马新经贸关系。 Adakah kenyataan seorang ahli parlimen yang dibuat baru-baru ini mengaitkan Lee Kuan Yew dengan komunis akan menyebabkan apa-apa masalah di atas usaha-usaha yang telah dilakukan?
Keceluparan ahli parlimen ini mungkin menyebabkan perniagaan dua hala di antara Singapura dan Malaysia ini tergugat. Standing order 36.6. Seseorang ahli tidak boleh mengeluarkan sangkaan jahat ke atas siapa-siapa ahli lain. Saya mohon kepada jurutu untuk menaik balik perkara tersebut. Saya telah memberi keterangan dan belum ada apa-apa lagi keputusan. Jadi saya mohon untuk kepada jurutu menaik balik perkara tersebut. Lei Er 还没说完，马斯杜拉就先站起来反驳，但是雷尔及时反呛，自己并没有指名道姓，要对方不要对号入座，不打自招。Saya tak sebut nama kepala batas. Saya bangun sebab saya sedar.Perniagaan di antara Malaysia dan Singapura penting. Timbalan ini Petua, adakah apa yang disebutkan oleh Jurutong sebentar tadi berkait dengan apa yang dibahaskan? Apa dia apa dibahaskan? Ahli-ahli sedang melihat. Adakah ini yang dimasukkan dengan perbahasan? Seorang ahli parlimen yang berkualiti yang sini, adakah ini yang ditunjukkan kepada masyarakat di luar?马新两国的中小企业合作关系到底和马斯杜拉有何关联？雷尔表示，就是因为不负责任的大嘴巴议员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以至于破坏马新之间的关系。他还反问在野党，万一新加坡的商人因此不满而退货的话，应该由谁来负责 ？Produk-produk mereka mungkin dipulaukan oleh Singapura.Apa yang berlaku kalau Singapura memberhentikan semua rakyat Malaysia bekerja di sini, bekerja di sana? Tolonglah.这一番亲属论已经延烧了两个星期。马斯杜拉先被行动党一众议员穷追猛打，但无动于衷。接着面对记者追访，同样不发一语。昨天被传召到五级阿曼录供后，依然坚持不道歉，也不撤回言论。八度空间张以柔，国会大厦报道。民主行动党主席林冠英几个月前的拆庙论被指挑衅种族情绪，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证实，警方早就开档调查，完整报告也呈交总检察署，由当局定夺下一步行动。塞夫丁昨天在国会下议院以书面回答伊斯兰党哥打巴鲁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达基尤丁提问时表示，警方是援引1948年煽动法令第四之一条文发表煽动言论，以及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网络服务调查巴眼区国会议员林冠英。塞夫丁重申，凡是抵触3R 敏感红线的行为，执法当局都不会妥协。今年7月，正值六州选举前夕，林冠英在槟城一场演讲中呼吁选民别引清兵入关，还宣称绿潮会拆除其他种族的庙宇，伊斯兰党马上报警备案。但林冠英事后澄清自己的言论被恶意扭曲。登下罗州土屯党主席拿督拉查里被指在噶玛晚国席补选上的竞选活动上，指控当今政府掌控反贪会和其他政府机关。反贪会今天抨击拉查里发表诽谤言论，已经报警调查相关的不实指控。布城反贪会发文告指出，根据一名短视频平台 TikTok 用户发布的短视频，拉查里上个星期五在补选机制启动仪式上发表多项不实指控，但是他不但质疑麻坡区国会议员塞沙迪的高庭判决，甚至公开批评反贪会法官和政府机构都已经被布城掌控。反贪会表明严正看待这些诽谤指控，因为这会影响公众对我国执法和司法制度的信心。当局强调，反贪会是依法授权的执法机构，向来独立专业地履行反腐职责，不受任何一方控制，希望警方采取行动对付那些发表并散播谬言的人。联邦法院今天驳回国政前候选人贾斯米拉针对第15届全国大选提交的选举诉讼上诉申请，维持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赢得马江国会议席的选举结果。由丹斯里阿邦伊斯干达领导的司法三司一致驳回贾斯米拉提出的选举上诉。法官阿邦伊斯干达说，上诉人无法挑起合理怀疑哈迪贿赂选民，因此宣告上诉失败，维持原判。
今年6月27号，登加楼州选举法庭驳回并撤销国政质疑和挑战马江国席大选成绩的选举诉讼。国政前候选人贾斯米拉不满判决而提出上诉。新马伦直棱角一处菜园出现老虎脚印，野生动物局先设置相机观察老虎状态。下一节关注社会新闻。提升品质，品味生活。Cozy Eyes， 欢迎回来。新马伦直棱角关帝庙对面的菜园一带，3天前惊现老虎脚印。根据目前的脚印，彭亨的野生动物局和国家公园局推测只有一只老虎。当局已经装设相机陷阱，并打算先观察老虎的状态，再部署下一步行动，以保护民众安全，也不影响保育老虎的工作。包括接下来呢，这个彭亨的野生动物局呢，会跟我们当地的居民以及这个菜园的园主呢，就是开一个town hall一起商讨，如何在确保我们保护这个生物多元性 biodiversity， 也就是保护保育老虎的同时呢，也不要让到因为野生动物包括老虎的出现呢，危及这个人类的性命，达至双赢。
行动党丹纳拉达州议员何子阳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当局会先观察老虎是否有受伤，如果受伤，大家就得格外谨慎，因为被激怒的老虎攻击性或许更高。他之前在脸书指出，有村民在12号当晚亲眼看见老虎出没，为了保障安全，所有人暂时受阻，别前往相关地区，登山入口处也已经封锁。附近菜园园主受挫，多加警惕，避免单独工作。来跟进登嘉楼女商人涉嫌谋杀生意伙伴的后续进展。这名女商人严控一段日子后，今天正式被控谋杀罪，一旦罪成将判处死刑。另外，在福州一名男子危险在马路中央燃放鞭炮，判罚8000令吉。来看一组法庭新闻。35岁妇女诺莱妮从事头巾与马来服装业务，她今天被押往马江推事庭面对谋杀罪。推事念出控状之后，她点头表示明白，不过基于法庭权限，因此没有认罪记录。根据控状，她被控在11月1号半夜3点半左右，在乌鲁登嘉楼靠近宗教局办公室的大路边杀害65岁的生意伙伴，抵触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一旦罪成，她将面对死刑。等待验尸报告出炉之际，推事则定明年1月15号过堂。这起害人谋杀案震惊社会。综合媒体报道，被告和生意伙伴疑似不满分成不均，爆发争执之后，一怒之下开车冲撞，再捅15刀，导致65岁妇女沉尸沟渠。至于在森美兰芙蓉推事庭，一名挖掘机驾驶员因为危险玩鞭炮惹祸上身，当推事念出刑罚之后，他整个人都懵了，支支吾吾，不知该怎么是好。被告是现年23岁的 P 米里马兰。根据控状，他被控在11月10号下午3点多，在燕斗的瓜拉沙哇路一带的路口危险使用炮竹。这一类炮竹可能致命，也可能导致财物损毁。他的行为抵触1957年爆炸物法令第7-A条文，罪成将监禁最高7年或罚款10000令吉，或两者兼施。他听到刑罚之后犹豫不决，法庭甚至暂时休庭，让翻译员以淡米尔语向被告解释控状和刑罚。来自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律师李祖安，基于被告月入1500令吉，加上被告认罪，他因此替被告求情，要求法庭只判最低罚款，但复检查司要求法庭给予适当的惩罚，以儆效尤。法庭最终判罚他8000令吉，若无法缴付，则监禁10个月。社交媒体最近流传的视频显示，事发当时，一群男子在马路中央点燃鞭炮，阻碍来往交通。路人和摩托骑士担心被炸伤，所以不敢靠近。期间，还有人徒手拿着一串鞭炮随意甩动，犹如在耍杂技。警方接获投报之后，立即追查嫌犯下落。画面转向槟城，一名罗里司机因为阻碍警方执法，判监8个月。现年24岁的被告穆哈默尔兹里扎聆听控状后俯首认罪。他被控在11月2号晚上9点半，在威中县武吉英达花园的1号索罗路，抵触刑事法典186的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罪。一旦罪成，他可监禁最高2年，或罚款最高10000令吉，或两者兼施。他最终被判坐牢8个月，刑期从被捕日算起。诈骗案屡见不鲜，如今也有诈骗分子冒充官方机构。国民登记局强调，不曾委托任何服务代理或中间人处理任何服务或交易。民众受挫，慎防社交媒体上出现声称协助民众获取国民登记局所发出证件的收费服务讯息。国民登记局总监詹里米斯曼发文告表明，他们不曾委托任何服务代理或中间人，民众只能亲自到国内212所登记局，以了解相关的服务和申请程序。当局批评不负责任的单位操控社交媒体平台，诱骗民众，特别是刚到我国，而且不了解官方程序获取证件的外籍劳工。
不法集团的作案手法是先在脸书发贴文，以特定收费提供在国民登记局办理申请的服务。诈骗贴文出现相当短时间，然后就会删除，避免执法单位查获这种勾当。民众受促，不要轻信任何一方提出与登记局交涉的服务。如果有人发现可疑或违反社媒社群指南的账号，可以向当局举报。为了达到2030年零强迫劳动目标，人力资源部积极打击违反劳工法令的行动。人资部长西华古马提醒雇主，应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员工薪水，因为这能保障双方的利益。至于坚持以现金支付员工薪水的雇主，部长警告，可以在1955年劳工法令下受到对付。人力资源部近来接获许多投报，指批发市场内许多雇主苛刻员工，没有照顾员工福利。因此，人资部长西华古马今天率队前往吉隆坡批发公司展开取缔行动。初步调查发现，市场内绝大部分雇主都还是以现金支付员工薪水，明显违反1955年劳工法令。Memang perkara ini telah pun kita war-warkan beberapa kali, dan ini merupakan satu daripada syarat.Ataupun undang-undang di bawah Akta Kerja 1955, okay, di mana majikan diwajibkan untuk membayar gaji melalui akaun bank. Dan pembayaran gaji secara tunai sebenarnya adalah tidak dibenarkan kecuali dengan persetujuan oleh pekerja itu sendiri dengan kelulusan daripada Ketua Pengarah JTKSM.吉隆坡批发公司内共有480名雇主，并且有5000名本地员工，另外还有少部分是外籍员工。西华古马在取缔行动后受访时表明，当局接获不少投诉，其中包括员工被扣薪水、没有获得雇员公积金和社会保险等。Antara aduan yang saya terima ialah pekerja-pekerja yang tidak diberi caruman dalam KWSP.Dan juga dalam perkeso. Okay, ini adalah suatu yang cukup serius sebab kita memang mahu memastikan bahawa setiap pekerja mendapat caruman KWSP dan juga perkeso melalui majikan masing-masing. Dan jika mereka tidak mendapat manfaat ini, maka tindakan dari segi undang-undang boleh diambil terhadap majikan.另一方面，半岛人力局在过去十个月就开出了1654张违反劳工法令、房屋住宿和设施基本标准法令以及最低薪金制的案件，其中357个调查案件涉及39万令吉罚款，其他774宗案件则开出传票，涉及395万令吉。民众佩戴美瞳隐形眼镜蔚然成风，但有些产品没有经过官方的品质把关就流入市场。卫生部旗下的医疗器械管理局近来突袭首都两家公司，充公了183642个没有注册的美瞳隐形眼镜和清洗剂，市值50万令吉。Yang serbuan terbaru ni kebanyakannya adalah daripada China.Dan ini adalah di kontak-kontak lens ni adalah daripada Korea. Barangan tidak berdaftar dengan MDA, dia tidak disahkan keselamatan dan juga prestasi barangan tersebut. Jadi ia boleh membawa satu padah kepada orang awam sekiranya mereka beli.医疗器械管理局接到公众投诉后，上个星期三展开突击行动，发现其中一家公司违反了2012年医疗器材法令第五之一条文，另一家公司则是没有合法执照，违反同一项法令第十五之一条文。当局指出，一旦定罪，公司将被罚款最高20万令吉，或监禁最高3年，或两者兼施。截至目前，当局展开了10次突击行动，充公了100万令吉的违规产品，并吊销16个执照。当局也提醒民众，购买产品前先浏览荧幕下方的网址，查实相关公司和产品。
英国天团酷玩 Coldplay 下个星期三将来到本地开唱，但穆斯林团体宗教司连线主席赞里哈辛批评主办方没有顾及穆斯林的感受，要求当局取消演唱会。也是霹雳副宗教司的赞里接受马来前锋报的访问时，呼吁穆斯林应该抵制即将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举行的酷玩演唱会。他认为主办方应该尊重和同情在巴勒斯坦面对炮火攻击的穆斯林同胞，而且这支乐团曾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不符合国情文化。因此赞里认为有必要取消这场演唱会，他也促请各方不要逃避协助责任，可以透过祈祷、捐献或向社会宣扬，帮助巴勒斯坦人。提升品质，品味生活 ，Covey Eyes。在野国民党和民众党终于谈妥了，在马英九见证下，双方将根据民调定夺蓝白和正副总统人选。台湾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的蓝白合谈妥了。是的，两党今天在前总统马英九的见证下再次展开政党协商，并在两个半小时的会议后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由民调统计专家检视评估11月7号到17号的各界民调结果，并且由两党各自提供一份内参民调结果。如果超过统计误差，由胜者得一点；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内，就由侯科佩得一点。最终结果会在这个星期六揭晓。台湾在野党蓝白合成事与否，今天进入关键冲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民众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在国民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的见证下，早上10点进行第二次的协商。两个半小时后，双方宣布达成合作协议。
今天我们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里达成了合作的协议，我相信我们为台湾的政治史上缔造了一个新的纪录。这个合作能够使得双方在未来的选举跟其他方面呢都能够相互帮忙，我相信对于台湾，对我们的两个党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会依据我们合作的协议全力以赴。根据国民党发布的声明，双方一共达成六点共识，并由与会者亲自签字。这包括了九马英九、国民党和民众党各推荐一名民调统计专家，由民调统计专家检视评估11月7号到17号的社会各界所公布的民调结果，以及由国民党、民众党各提供一份内参的民调结果。双方同意，如果超过统计误差，胜者就得一点；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内，侯科佩得一点。最终结果会在这个星期六由马英九基金会公布。而蓝白整合之后，两党共同组成竞选委员会，全力辅选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两党承诺会为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建立典范，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为了让第三波民主的改革，我们协调出来两党合作的方式，在这几天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不管这个结果如何，谁胜谁负，我们共同携手合作，让我们中华民国这一块土地都能够平安。因为在台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联合政府，所以联合政府如何组织、如何运作，这个当然都是一个尝试。那我也希望说，在马前总统的见证之下，可以让我们台湾历史往前进。那至于结果怎么样，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台湾将在明年1月13号举行总统选举，而这个月20号是台湾正副总统参选人正式登记参选的最后日期。此前宣布会参与竞选的，除了侯友宜和柯文哲，还有民进党的赖清德，以及独立参选的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然而，民调普遍显示，赖清德的民意支持度远高于其他几位竞争者，坊间甚至涌现这样的说法。说，除非其他几组候选人，或至少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整合，共推一组候选人，否则赖清德躺着竞选也会赢。以色列军队宣布突袭加沙城最大的医疗中心西法医院，誓言要将哈马斯遭逼到墙角。不过，哈马斯嘲讽以军突袭西法医院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做法，并非成就，因为西法医院只是一座医疗和民用建筑，而非军事场所。哈马斯也扬言，以军杀到西法医院，也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深入加沙地带，陷入更大的危机中。以色列朝加沙地带步步推进，这回宣布攻入加沙地带最大的医疗中心西法医院。以军试图将西法医院团团包围，坚信西法医院就是哈马斯设立地下基地的场所之一。然而，哈马斯对此嗤之以鼻，嘲讽以军试图将坦克入侵西法医院描绘成某种成就，但不过是袭击了收治伤患和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民用建筑，并非军事场所。他形容，事实上，以军正在朝危机步步逼近。انضمام البيت الأبيض والبنتاغون إلى حملة الأكاذيب الصهيونية عن استخدام الشفاء من قبل المقاومة يجعل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بايدن شريكا كاملا مع الاحتلال في هذه الجريمة وفي حرب الإبادة التي يتعرض لها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اقتحامهم مستشفى الشفاء يعني أنهم غاصوا أكثر وأكثر في مستنقع غزة.加沙卫生部总干事布尔什博士向半岛电视台指出，以色列军队袭击了医疗中心的西侧。加沙卫生部发言人透露，以军侵占地下室展开搜查，大楼内发生爆炸。路透社无法核实西法医院的实际情况。不过，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发布的一段视频，医生在漆黑的治疗室接受访问，直言断电导致院方的血库和实验室完全停运。في هذه الليلة تم انقطاع التيار الكهربائي نهائيا
العينات مكدسة، وحدات الدم قد تلفت نهائيا، لا نستطيع تشغيل الأجهزة الإجرائية الفحوصات، وبهذا يكون المختبر في هذا الوضع قد تم إيقافه، وبنك الدم كذلك، وكل ما فيه قد يكون ذهب وفسد. 根据哈马斯，面对以色列持续围攻，目前有650名患者及5到7000名平民受困在西法医院，加上燃料、水源和物资短缺，最近几天已经有40名患者不幸死亡。受困医院的巴勒斯坦人被迫在医院范围挖坑埋葬遗体。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则是强调，以军坦克从以色列带来的保温箱、婴儿食品和医疗用品已经成功抵达西法医院。究竟西法医院？ 接下来的命运会是如何？国际社会持续关注。随着加沙陆续有医院因为资源耗尽而关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连夜展开撤离病患的工作，将伤患转移到加沙南部汉尤尼斯的医疗机构。不过，视频拍摄的日期和地点无法获得证实。 以巴战争持续升级，甚至殃及医院。目前，加沙有过半医院已经关闭，仍在运作的也人满为患。即使面对90岁高龄的患者，也腾不出丝毫空间，让老患者被迫安置在医院外临时搭建的帐篷。 وطبعا هذا جدي فكان في الداخل بس ولكن من كثر الاصابات يعني ومن كثر الشهداء اللي جابوهم وهيك ما فيش اماكن جوا اضطرينا ان نحطه هيك وجبناه عملنا له الخيمه عشان المطر نحميه شوي يعني لانه فيش جوا الداخل ممتلئ تماما. 90岁高龄的患者卡梅尔如今安置在纳瑟医院外的临时帐篷，而这家医院也是加沙目前少有仍在运作的医院。根据哈马斯官员，加沙35家医院当中，已经有25家因为遭受袭击或燃料耗尽而被迫关闭。联合国也指出，自上个月7号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记录至少137起针对加沙医疗卫生机构的袭击事件，造成 500多人死亡，将近700人受伤。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今天在印尼雅加达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除了围绕在缅甸危机和南海局势，以巴冲突也是东盟各国的焦点之一。印尼作为穆斯林人口第一大国，立场坚定，呼吁立即停火，结束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 Let me pause here to emphasize that Indonesia is deeply saddened by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in Gaza, particularly the horrid humanitarian conditions. Needless to say,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developments in Gaza. Indonesia's stance is clear and firm. We push and we call for immediat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也提到，印尼正在寻求一个和平和持久解决缅甸危机的方案。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定在明天揭幕，到时包括其他印太地区国家，例如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防长将共聚一堂，展开更广泛的会谈。 美国通货膨胀放缓，超出预期，导致美元需求下降，令其汇率反弹。
欢迎回来。美国通货膨胀率持续降温，有望结束美联储加息的周期。美元应声回落，令吉对美元今天跟着收高。截至下午六点，汇率收在4.6695令吉。经济学者认为，令吉还有升值的空间。除了美元之外，截至收盘，令吉对一篮子主要货币大多走低。至于兑换其他东盟货币，则是涨跌互见。其中，令吉对新元为3.4615令吉。伊斯兰社会义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莫哈默·阿夫扎尼詹向马新社指出，目前令吉徘徊在直接支撑位，也就是4.6611令吉上下。一旦令吉超过这个水平，下一个支撑位估计是4.5778令吉。不过他也提醒，市场还在寻找更多美国利率走势的线索，因此下个月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备受关注。债券市场目前也不看好美联储会停止加息步伐。每一任政府都主张要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但是现实是国内有大量滞销房产，低收入群体依然无法拥有自己的产业。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表示，政府将根据2022年家庭收入和基本设施调查报告中获得各州和地区的收入中位数来拟制可部单房屋指数，也以此来制定房屋售价。阿克马今天在国会下议院援引国家产业资讯中心数据指出，国内滞销房产多达26286个单位，涉及房产总值183亿令吉。副部长承认，大部分房产滞销的主要原因离不开房贷难申请，以及房产不符合当地居民要求。地政部接下来将以各地收入中位数拟定可负担房屋指数，以这个标准来草拟发展蓝图和为房屋定价。Pemetaan ini sebagai panduan kepada pemaju serta agensi penyedia perumahan bagi menetapkan harga jualan rumah di satu-satu lokaliti. Kedua, menggalakkan pemaju untuk melaksanakan kajian kebolehlaksanaan atau feasibility study sebelum sesuatu pemajuan dilaksanakan bagi memastikan rumah yang dibina adalah berdasarkan kemampuan rakyat, seterusnya mengelakkan rumah tersebut tidak terjual. 地点和人流是决定房产价格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巫统议员还是问地政部是否有意统一全国可负担房屋的价格。阿克马倒也很老实地说，没有办法。Rumah mampu milik di sana berdasarkan median gaji itu sekitar RM170,000-180,000 harga rumah, berbanding kalau di Shah Alam contohnya harganya melangkaui RM300,000. Maka sebab itu tujuan kita nak membina indeks pemetaan ini supaya rumah mampu milik itu bukan hanya digunakan satu acuan untuk kesemua, tapi juga bergantung kepada lokaliti yang juga bergantung kepada permintaan. 阿克马向巫统黎巴兰区国会议员拿督苏海米解释，城乡差距和各地物价有别，民众自然对房地产需求不同，因此同一个房产单位价格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地方。八度空间张以柔，国会大厦报道。至于启用不到一年的捷运不成线，昨天傍晚停电引起一阵批评声浪，交通部长陆兆福直言相当失望，并勒令国家基建公司针对停电事件提成完整报告，以汇报给内阁。陆兆福今早出席部门活动时表明，国家基建公司必须严正看待这个技术问题，因为捷运不成线启用至今还不到一年，由于这条线路还在缺陷责任期，因此交通部将会交由承建商，也就是马矿业、金木大去探讨停电原因。捷运不成线是在昨天傍晚5:50停电，导致两列列车无法行驶，直到晚上9:30才恢复运作。由于当时是下班晚高峰，有许多民众滞留捷运站和月台苦等列车，民怨沸腾。
为了应对东北季候风带来的洪水灾情，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通过联邦农业销售局将会向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供应60000个食品箱，以准备随时分发给水灾灾民。农粮部副部长拿督陈洪谦今早出席移交东北季风食品箱过后表明，第一阶段库存的40000个食品箱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准备妥当，这些食品箱将支援受灾家庭，全由本地企业家所供应。从2015年以来，联邦农业销售局供应超过29000个食品箱，每箱拥有12种产品，包括白米、盐、糖、炼奶、咖啡、甜酱油和米粉及即食产品。日本熊本羽球大师赛，李子嘉不敌对手一轮游，黄智勇晋级，将对战安塞龙。欢迎回来，关注日本熊本羽球大师超级500赛战报。今天继续进行的第一圈比赛，我国男单黄智勇连同谢苏组合以及三组混双成功闯入16强。不过遗憾的是，男单选手李子嘉不敌对手上演一轮游。李子嘉的首轮赛事对战丹麦选手安东森，双方激战54分钟后，李子嘉以18-21、20-22两局落败，无缘16强。另一名男单选手黄智勇则是在37分钟就以21-12、21-11轻松取胜台湾的王子维，晋级16强。黄智勇明天将挑战丹麦世界一哥安塞龙。混双方面，首先登场的陈建明与赖佩君以20-22、21-13、21-15逆转，反胜台湾混双选手陈喜瑞与杨景敦，成功晋级16强。陈唐杰和杜一蔚对战台湾选手
魏俊伟和詹佑珍，他们在第一局就迅速进入状态，以21-11轻松拿下，第二局更是连取六分，以21-10成功获得16强的门票。混双最后一组晋级的是吴勋法与赖洁敏，他们以21-11、21-11战胜苏格兰组合霍尔与麦克福森。明天的16强将和陈唐杰和杜一卫上演内战。男双赛事方面，我国男双吴世飞和伊祖丁组合对战印尼队拉赫马特和凯文香贾亚，结果两局不敌对手，遗憾止步第一圈。最后上场的谢定峰和苏伟毅则是以21-18、21-14战胜台湾组合李阳和王麒麟晋级16强。网坛消息方面，看 ATP 年终总决赛战报。两天前才第八次锁定年终世界第一的塞尔维亚球王德约科维奇，19连胜纪录意外遭终结。他在今天的赛事中不敌意大利网坛新星辛纳。辛纳之前曾3次在巡回赛中与小德对战，没有拿过一次胜利。那这次呢，是他第一次战胜球王。辛纳赛后受访时表示，这场比赛就像过山车，但是他成功下车了。I also said after Wimby that I felt a little bit closer this year, even if I lost in 3 sets. And last year in Wimby, I lost in 5, but I felt more closer this year. Then today also could happen that I lose easy in 2, no? You never know how this sport is, but I was quite confident to trying to play a good match, which at the end of the day was the case. 主场作战的辛纳在3小时8分钟的激战后，以5-7、7-6、7-6击败德约科维奇，拿下胜利。小德赛后总结落败原因时，充分认可辛纳的表现，也指出他在关键球打得不够果断，也不够有侵略性。反观辛纳更有勇气，更敢出手。拥有橙色鲻鱼头发型的凤头 PT 在纽西兰举办的世纪鸟类评选中成功脱颖而出，以绝对优势拔得头筹。是的，凤头 PT 呢，在这次的比赛中呢备受瞩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英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利弗特别在他的节目中为这只长相独特的鸟拉票。纽西兰今年的世纪鸟类评选收到了来自195个国家超过35万张验证选票，选票之多打破往年纪录，更导致验证系统崩溃，结果延迟了2天才公布。奥利弗为凤头 PT 的拉票活动声势浩大，不仅横跨巴黎、东京、伦敦，甚至在巴西伊帕内马海滩上空用飞机拖曳横幅宣传。在纽西兰，凤头 PT 的种群数量不足1000只，但和上世纪80年代仅200只的规模相比，已经有所增长。好的，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我是王金丽，我是。